之前在一个贴吧里面看到了一个八卦，上面说什么？说你的侧脸秒杀了所有人。不过现在这么看来，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。为什么是侧脸呢？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正脸很好看喽？艾老师，我发现你的脸皮是太会定做了吧。 听起来质量还挺好的。对了，你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的侧脸是不是好看吗？这还有标准？按照东方人的审美，鼻尖、嘴尖还有下巴尖，这三点如果能连成一条直线的话，那就算是比较完美的轮廓了。鼻尖、嘴尖跟下巴尖。 连成一条线。其实，你不用整牙，你本来的脸型就挺好看的。 爱奇艺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